昨天这几天你在地方上行走，那地方上你会升到好像绿营好像越来越跟黄珊珊有点眉来眼去的感觉，会不会感觉地方上有点拉黄打蒋的味道？其他政党间要如何的政治算计或选举操作都不是我在意的事，我真正关心的是如何为市民朋友及下一代来创在台北市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不过黄珊珊之前好像讲说，因为你说你不会背弃党，不过他说满脑政党利益，只会想着就想着政党利益，只会做政党利益的事情，你怎么看他的这个说法？我过去选举的经验以及这几年从事政治工作的观察，政治人物的态度摇摆与投机，无法坚守自己的价值理念，以及坚守的价值其实才会被民众看破手脚。我自始至终所认同的价值不曾改变，我也非常珍惜一路栽培我的政党，也不希望这个话题成为政治口水，这无助于市政，也无助于防疫。